看陈红浩有没有出现，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，谁知道他不见了？怎么到处哪里啊？对，就他们其他人我就不说了啊。你想到要放这里啊？哦，哎，怎么了？好吗？坐坐坐，来来来，坐下坐下，快快坐下坐下。坐坐坐，我不是故意要骂你，我就是语气提了一点，声音大一点而已。来来，你跟着我，我做深呼吸啊，来吸气。 放心啦，只是伤口发炎，加上体力不支，算不了什么大事。我从来没有怀疑过。你就多休息嘛，先把病养好啊。我今天就可以出院。嗯，学长。还在发烧，不要逞强啦。就一点点烧而已，回家睡觉就好了啦。你还是再多休息。 多谢阿勇开车。 我打，我打。张医师，手术室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备用鞋已经找到了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不用带，我先过去了。帮他包扎好伤口。 我不用喝水。